陈晓东呢日举行歌迷聚会，仲同现场嘅 fans 近距离互动。明明是个可怜人，可怜人，谁要分担怕痛楚？之前一直都在内地发展的东东，应该都很久没有跟香港的 fans 见面了。就怕暗恋的情人喜欢同情人，结果仍不肯爱我。2017年辦過一次，今次有幾個特別意義，因為第一樣嘢就是有一個 fans 嘅朋友一個生日，咁所以我就話，不如我哋搞下 gag 啦，我整準備下蛋糕，整個 surprise party， 所以整一個私密 party， 唔係，即係好私人、好親密嘅 party。咁另外就係佢哋成日喺嗰啲群組入邊咧，就話想聽嗰啲 side track， 咁所以今日揀咗幾首 side track。牆很大，床很大，誰執手總上街，怎安排？為了在演唱會上面以最佳狀態示人，東東近日都開始努力 keep fit 啦。咁到時又會唔會考慮 show 下肌肉咁咧？唔係諗到有啲咩要太刻意喎嚇，唱首情歌唔好除衫。唔係幾好喎，係咪？我即係尷尬，因為我覺得做合適嘅事最緊要啦。但我做運動咧，就係想 keep 住我體能，因為我排舞都要好嘅體能啊，我想自己精神啲。